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视频。今天呢，跟着我的脚步去看看德国美丽的国王湖，然后送上我朗诵的一首散文诗《洱海不是海》。远方有多远？到天涯到海角算不算远？常常我问自己，远方在哪里？然后我听见自己的回答，说远方是你这一生现在最渴望的东西，就是自由。苍山、洱海、古镇，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它的故事。走在另一条街道上，看另一种过往，过另一种人生，体会另一种随心所欲的流浪。如果可以把想寄存的变成永久，阳光点点的碎片，微风掠过的古城墙，大理一个离城市最远、天空最近的地方，包含了我所有的向往。洱海不是海，但我知道是对海的渴望。行走在路上，其实一种遇见，遇见公路，遇见风，遇见山野，遇见羞涩的夕阳傍晚，遇见一首歌，遇见一个信仰，遇见另一个自己。时光不曾倒流，而我却时常回到那段躲起来的日子，从内到外熠熠发光。